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，请在我面前展现你真正的力量，解除封印。你不是跟你阿妈在聊过心话，你哪会知道这部卡通啊？你不是就偷了彭启明，你哪都不会讲话啊？你是讲煞的啦！我一定算，我以上做朋友做大家长，一波一波算起来，我会继续行正直路，我给你撇开势力，鬼王旁照，我要让你一世人无得翻身。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，请在我面前展现你真正的力量，解除封印。你不是跟你阿妈在聊过心话，你哪会知道这部卡通啊？我竟然白动都有法度制作出来啊，那安尼加油动也嘛会当做出来。阿妈，你看伫个米波妈妈的面子上，莫阁讲啊，嘴上讲我无好啊。我的手是安怎？你的手是安怎？那商业总会的会长要改选对无？啊，你要出来算无？是啊。陈中华要请张家良，哎，赶紧想办法阻挡陈中华，莫甲平甲的势力吼，拢丢去予张家良。曾彦爸讲过，这卡手机对伊来讲足重要的，代表你对伊的肯定。伊只是咧用家己的方式去予梁静川讨回公道，伊总有一天一定会回来。伊若要回来，不管是拢会当回来，是安怎会当到有一天？陈中华，竟然甲官本平甲，还是期限的人吼，我无可能甲斗三工啦。你不是就偷了彭启明？你哪都不会讲话啊？你是讲煞的啦！我一定算，我以上做朋友做大家长，一波一波算起来，我会继续行正直路，我给你撇开势力，鬼王旁照，我要让你一世人无得翻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